你好哈，我是迄个超越阿姆呐。借问一下，你敢有看到伊哈？啊，无哟。哦，谢谢。对啦，你若是有看到伊，随时敲我好不好？好好好，谢谢啊哈。哎呦，超越的朋友，我一个拢无熟悉，你是要安怎找啦？袂做大海蒙江同款呢？啊，行啊久哦，脚有够酸的呀。是讲超越予人安尼乌白来哦，那我做是我嘛会掠狂呢。伊毋知影哦，敢会想袂开？这个笨菜哈，真正是有够侥幸失德，这个代志也做会出来。真正菜就超常讲的啦，拢毋是人，拢是鬼。这支鸟真正我找到呢，操！唔对，会当有话的，较等下佫予伊走去要安怎？会佫佫歹找呢？古山窟，超越是要把囡仔摕掉哦？对呢，阿姨个性这样硬着，绝对有这个可能啊！我是有啥物资格去管伊？喂，阿姆，什么代志？文耀，我找到超越啦！别胡说，超越虎山窟要给囡仔摕掉。我即马哦，把住址传互你，你紧过来哦。好，我知影。你先入去，我睡觉。江超越真正要给囡仔摕掉，我是真害呢。可能哥对本仔有刑事问罪，煞是有超越心情。我咧感觉，佮讲歹听话，一定会真受伤。爸，歹势，我先离开。不，我要，我要，我要，先把钱抓结尾说啊。超越五星。这什么时阵知影代志哈？你拢无人甲我讲啊！你即马是咧激动安怎的啦？唔知啊，人家算讲你是囡仔老爸呢。梁先生，嘴巴够清气的。阮感觉有意思，我当然嘛激动。问题是，那也无人甲我讲啊。看起来你用麻片调的啦，那你就问彭彩霞，看伊安怎甲你报告。就再去超越跋倒流血啊！去病院检查，才知影已经有心啊。啊，不过伊是安怎有心的，伊拢知影。王经理，吴贵波这件代志前因后果，你全部拢知影。你竟然甲彭彩霞做伙设计我的后生，你只有够卑鄙的！你即卖是安那？你搞阮小雨动作是拍正的低啊，没有拖正哦。既然有心啊，囡仔哪能摕掉啦？唔要，我即卖要看伊病，你紧打电话秀兰问看卖，是在倒一间古山窟。副处长，隆重不遵照。我跟你讲哦，江超越跟小雨要把囡仔摕掉是你的自由。你都不注意周董，单雕仙啊！你竟然把酒瓶的每块给银树给我摕掉，你去笑啊？笑哪？你这笑你啊！你跟江中林两个比比啊，真正无人有才调跟恁比啊！听清楚哦，我跟恁尴尬绝对无可能有任何交叉，所以这个囡仔上好摕掉，你都别去阻止。不是我跟文耀两个人欢喜感恩才有的，我不爱这个囡仔，连出事都是给人逼的。
哎呦，超越啊！你搁考虑一下好不？毕竟哦，这嘛是一条性命嘞。我已经学了就清楚诶。你这命若是签落去哦，你讲怎么着？我家己的身体，家己做决定，无人会让我做到。哦，家里都要来。一点时间。那安尼，恁得大家好好讨论。其实你唔免专工要来遮，咱拢真清楚，这个囡仔是强迫方式才有的。你嘛没有烦恼讲，我的身体有甚物款影响？拄只医生看了足清楚的，是用半个月就无代志。我想不够周全，这个囡仔是伫你巴肚内面，你甲伊母子连心，我相信你的感受一定比我好杂。真正我有讲，我绝对会接受这个囡仔。其实我跟先找伊讨论。因为这关系到咱未来的路安怎行，所以草原，你敢真正想要把这囡仔摕掉？其实我嘛不好多肯定，这个囡仔。不是咱两个人愿意，也不是咱两个人互相依赖的时阵有的。咱若是接受伊，就等于是认同我阿爸、甲我阿哥因变态的做法。咱敢真正会为着这个囡仔结婚？安尼以后，咱两个人敢会后悔？现在他对我的感情也不够这么亲，咱敢有需要走到这步？你应该很清楚，我是一个无健全家庭大汉的，甚至为了排家族这个孽，我爸找到我跟他爸仔拿钱，把我送去幼儿园，用新的身份过生活。那时候我就甲家己讲，假使有一天，我甲家己囡仔，不管发生什么代志，我绝对要甲伊放任不管。
虽然我不想再去谢叔叔，但我这囡仔确实是咱的，我敢真正将你真认对待伊。伊是一条不过的性命，咱敢看你安尼做？伊所讲的，我会当理解，因为我嘛甲你同款。我从细汉的时阵就无爸爸妈妈，迄种孤单寂寞的感觉，只有家己才是上清楚的。所以我嘛甲我家己讲，若是有一天我有囡仔，你爱给伊一个完整的家，给伊会当在充满爱的环境大汉。不过我想袂到这个囡仔，伊竟然是用救命的方式来到我的身躯边的，我真正无法。我是不是会当给伊有一个完整的家？超越。是为了这个囡仔，咱勇敢做伙走落去。草原，我答应你。我相信你嘛，介意我。虽然这囡仔不是咱期待的方式来的，啊，不过我想要爱伊，我想要做一个负责任好爸爸。所以超越，你敢愿意跟我做伙走落去？啊，不过。咱两边的家庭有受灾的矛盾甲冲突，咱若是无把握好好做伙，就无法度应付两边时代的问题。所以讲，只要咱先确定，咱拢无想要放弃一个囡仔，咱拢想要为着伊，为着咱心目中完整的家庭打拼。其他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啊，对吗？超越，这是当然的。为了你，为了这个囡仔，我也……那你我嘛，万一你这个做爸爸的侬真有信心吗？我只会做妈妈的，嘛袂当落亏对吧？超越，多谢你，真正多谢你，要陪我勇敢走。你安尼讲唔对，啊！你袂记得咱已经有宝宝啊，以后咱一个会有三个人呢，以后就是咱三个人互相扶持，互相挖苦，做伙，属于咱家己的家。